眾所周知，廣東人真係好鍾意雪，鍾意到咩程度呢？呢期劇本就係我哋嘅編劇阿康為咗睇雪專門喺東北度寫嘅。據阿康所講，現時嘅東北呢係已經俾廣東人佔領咗，喺機場馬路等大巴，耳邊傳嚟此起彼伏嘅嘩好冷凍啊，去廁所嘅時候又可以聽到嘩頂呢度廁所都有暖氣喎，搞到康一度懷疑自己唔係喺東北食緊飯，而係喺東莞嘅東北餃子館食緊飯。但係雖然話鄉音繞耳，但係阿康作為一個廣東人，去到東北北方都係有少少嘢令佢唔適應。有冇諗住去東北玩嘅朋友啊？嗱，呢期你要收藏啊、避雷啊，威嚟衣食住行，我哋依次講。首先就係食，唔好意思啊，廣東人係咁排序，東北美食。想我揾名儿，尤其是依家咁多小土豆去东北打卡，你喺 B 站搜索一下东北美食，求其打开一个视频，我保证你仲未睇完，你即刻想打个的去机场，跟住打部飞的去哈尔滨，一边一边同个司机讲：食杯，快了啊！据说落地之后喺东北求其玩间东北菜入去嚼佢，都一定唔会翻车。但系大家要记住啊，中意食还中意食。你得一個胃嘅啫，湯有湯肚，菜有菜肚，呢啲喺東北唔 work 嘅，你唔會有東北肚。落單嗰陣你要量力而為啊！阿康話喺東北食飯嘅時候，經常性可以見到隔離台對住成台餸愁眉苦面，唔係唔好食啊，係食唔曬啊，冇辦法啦，佢哋對自己太自信。點解食極都仲有嘅？你唔係話你一個人可以食全卡桶嘅咩？點解呢個時候只燉蘑菇仲剩翻咁多？全卡桶都係全卡啫，但係呢個時候只燉蘑菇。我怀疑佢成个家族都嚟咗啦。咁个猪肉炖粉条又点解释呢？粉条福建产，系福建系嗰边。同埋我哋话晒广东人嚟啊嘛，平时食开咧比较清淡，但系东北菜咧系出咗名重油重盐噶。你试下啦，埋老豆老母一齐去东北啦，你包保会听到佢哋同你讲：，哇，系乜碟地三鲜咁鬼多油嘅？啲油够我炒成个礼拜餸啦，啲盐够我炒两个礼拜啊！同埋咧真系食唔惯，跟住。真係出去咬雪啊！所以我建議嗰啲腸胃同埋口味特別廣東嘅廣東人咧，出門在外咧，帶多幾包公仔麵喺身係比較好，起碼到時候有嘢食啦。哎呀，咁啱！而家係白象年中大促，專門補貼國產美食。我買嘅白象拌麵就好適合你哋帶去旅遊啦，買咗成箱咁多。入面有蟹黄味啊，咸蛋黄味啊，小龙虾味啊，臭豆腐味啊，好严重嘅臭豆腐味，大家试下先。以及其他好多款口味，绝对满足到你。蟹黄味，浓郁嘅蟹黄包裹住 Q 弹嘅面条，好食。咸蛋黄味，咸蛋黄特别香浓，食起身特别绵密，好食。小龙虾味，又辣又香，太好食啦！你唔食得辣，我都要推荐你。臭豆腐味真系又臭又香，叫人欲罢不能，好食好过叫外卖啦，真系。平时去超市度买成箱啊，分分钟几廿蚊，但系依家我话俾你知啊，一蚊可以买到一箱啊！嗱，我啊抢到啦，我仲帮你哋争取咗一批粉丝福利优先抢名额，点击视频下方嘅链接，又或者评论区嘅置顶链接，由我呢度嘅链接入去，唔单止有专属嘅优惠价，仲有直减嘅优惠券可以领取添。就算你唔去东北，你而家落单买一箱，无论又去旅游、出差定翻学，总之要去外地咧，你就带几包公仔面喺身。万一你哋去到外地食唔惯，都唔会饿亲啊嘛，系咪先？你知我出晒名锡你哋噶啦。嗱，有需要嘅小土豆咧，真系可以考虑入手啦。然后唔适应嘅就系温度啦。系啦，唔好闹住，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咩？鬼唔知东北好鬼冻。嗱，但系唔适应咧，唔系因为太冻。是因为太热了。出发前阿康就深知到自己一个广东壮汉。一米八的身高在广东固然可以傲视群雄啦。米八又好啊。那个是又说米八，不是又说米八。下次公司体检你就知道。反正我就不在公司做。有没有米八都好啦。总之阿米八康是知道自己去到东北呢，都是手足堆儿。零下十九度的威力他是顶不顺啦。所以防寒保暖他做得很足。三百克的羽绒服。家绒的冲锋衣，家绒的卫衣，再来一套家绒的防寒内衣裤，底裤家绒就无谓了，就不太推荐。鞋里面的袜家绒啊，纸啊，再有个发热啲呢，然后佢就喺机场大巴上面热到崩溃。阿康话细估唔到机场大巴上面嗰啲暖气可以劲成咁，劲到佢系会担心自己成为第一个喺东北中暑嘅广东人。而更加绝望嘅系，机场大巴嗰啲座位咧好鬼窄，系冇空间俾佢剥衫，好辛苦啊！我觉得全身的骨头好似被火烧咁啊！你除衫啦！我除唔到啊！我要落车。
又落唔到车啊！你忍下啦，心静自然凉啊，心静自然凉。你唔好揽住我啊，我好热啊！所以阿康就建议话，人哋有暖气噶，唔使着得咁夸张。如果你着得太夸张咧，一入到人哋暖气比较猛嘅地方，一入去你就啊！你话你依家行出去嘅话，啲汗会唔会结冰咧？讲笑啫，讲得咪算。其实啊，着多咗衫就唔难调整嘅吓，机场、大巴呢啲场合就少数嚟，你打部的咪得咯。但系着错鞋就难搞啲。哇！哇！又系街舞，扑街啊我！快啲扶我起身啦！哇！哇！地下咁跣嘅，唔记得着雪地靴添，你着咗咩？冇啊！哎呀！阿康一开始都只不过以为雪地靴着嚟系为咗保暖嘅啫嘛，超我立多几套物咪得咯，家用啊，唔同讲咗咯。然后去到东北，咪表演街舞。不过阿康话佢呢只街舞算好噶啦，起码佢系记得着鞋着物。佢话佢亲眼见过有啲广东人去到东北咧，环境产生嘅巨大差异都改变唔到佢 DNA 里边嘅习惯。唔冻咩你？唔冻啊！咁要去医院啦。点解嘅？都着到人字拖出嚟都唔觉得冻，咁应该系要去医院切咗佢。着惯咗唔记得换鞋添。嗱，言归正传，保暖即系衣食啦，都讲咗啦。跟住来要讲啲咩咧？冇错啦，我系冲凉。广东人咁中意冲凉，去到东北佢有乜嘢可能对东北嘅洗浴文化冇兴趣？自己呢条身由出世到而家未捽过噶噃。阿初措师傅期唔期待我啊？唔知。但系作为广东人，其实都几期待自己可以捽啲咩出嚟。阿康细细个玩煮饭仔嘅时候咧，就至中意扮济公。捽啲老泥丸出嚟俾人，系捽唔出嚟，点解？捽到红晒，得地鼻屎底，唔知系咪真系鼻屎？喂，依家有机会捽啦喎，佢仲唔杀人看啊？梁家辉，阿康话其实一开始嘅体验都十分好嘅，嗰个洗浴中心有八层楼高，入面有搓澡、泡澡、汗蒸，仲有电玩间、藏书阁、电影院同埋水上乐园，水果任食，饮料任攞，哈根达斯唔限量，但系一个人都仅需273蚊。点解要收佢3蚊？嗱，去到后面阿康就好纠结啦。嗱，唔系因为摸光珠啊，亦都唔系因为阿搓澡师傅要接触佢身体上面最敏感嘅地方。背脊，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如果现场冇 E 他就自动变 E， 如果现场有人 E 他又会好 E 的 I 人，在初初的时候就实在忍不住。讲不讲好呢？讲了我可能会顶不上，但是不讲我又忍不住，我真的很想挑战一下。不得了，我要讲了。师傅，你是不是没吃饭啊？小伙子挺虎啊，今天好好给你小伙子给我搓一搓啊。